安徽肥东千年古镇五龙灯。3月18日啊，在肥东县长林河镇，居民正在舞龙灯。据悉，为了弘扬优秀传统民俗文化，增强文化自信，当晚千年古镇肥东县长林河镇将中断32年的民俗舞龙灯被重新拾起，村民亲自动手扎龙灯，通体火红的龙灯走街串巷，期待新的一年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展现新时代新变化，新农村新景象。张大港社，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王磊文。